朋友们，这里有条鳝鱼啊，如果能钓上来给老弟一个双击啊，看到头了啊，如果钓不上来双击关注我也不要了啊。感觉钓不上来了，我靠，怎么回事？我遇到大货心里就感觉有点拔凉拔凉的那种感觉。等一下我把这个搬掉它，把这个搬掉它。做好准备啊，估计就一口了啊。不知道中了没有啊。中了没有？中了吧。记住啊，你们的双击啊，还有你们的关注啊，还有小心心啊，点个红心再走啊。嗯，点头像啊，进来看直播啊。哇，来吧来吧兄弟。哇，